翠园的单位。这里是新鸿基地产发展的位于火炭的单栋式物业，实用面积是658尺，现在带大家入去看看啦。客饭厅市政阔落，容易摆位，装修方面加了假天花，增加层次感。厨房用了开放式的设计，还可以一边煮嘢食，一边享受到出面的翠绿景观。依家带大家看下啲间隔啦。首先右面是睡房，可以放到3尺或4尺床。另外一面是洗手间，运用了简约的玻璃企缸设计，同时还是有窗的浴室。最后同你哋睇下主人房啦。一入嚟见到呢个圆拱落地大玻璃窗，哇！你睇下个景观几靓。主人房嘅采光度高，摆放咗4尺双人床同一个大衣柜，配上柔和嘅波波灯，空间感十足，仲可以摆放梳妆台添。今日看完这个单位，我最喜欢它的圆拱大玻璃窗，不知道你们又喜不喜欢呢？这里的单位伙数不多，一共14层，设有停车场、儿童游乐场和泳池，而对面就是骏景园和银禧花园的商场，交通方便，走去火炭地铁站不用5分钟，还设有去沙田、大围、荃湾的小巴。另外，如果想查询火炭附近的楼盘资料，可以随时联络我的，下次再见。